冷链物流国际论坛暨媒合洽谈会带您掌握新南向市场先机。外贸协会特别邀请到日本亚马多的执行董事以及韩国物流研究院院长担任讲师，相信日本及韩国讲师的国际视野以及台湾冷链业者新南向的实务经验分享，将进一步推动台湾冷链在国际上的发展。我将在冷链论坛里分享研华如何协助东南亚的客人去建设他们自己的全程冷链不断电管理系统的解决方案。欢迎来冷链论坛看汉来是如何成为东南亚自动化技术的关键突破者。一个好的冷链物流设备是您企业成长的最佳武器，台力公司希望成为您的最佳伙伴。新创希望结合大家加入这个共创平台，一起发展南向的市场。新南向，新冷链，新商机，新的未来。新南向冷链商机等您来掌握，邀请您与新南向买主进行一对一线上洽谈，立刻报名冷链物流国际论坛及洽谈媒合会。